你有什么不满就说啊。我想等之后再说。等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等的？等下一个天亮。为什么要等下一个天亮再说呢？我觉得你变了。有吗？我一直都是我自己啊。你的发尾没有怎么样，你变了吗？以前你什么事情都会跟我说，现在你的心有一道墙。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很远。OK 啊，我早就想分手了。什么？你有时候真的太怪了。交往的好好的，怎么就怪了呢？我跟你讲，上次大家森林公园的时候，你超怪的，你竟然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有那么这样吗，小姐？好啊，反正我早就想分了。上次跨年的时候，你在我旁边，你陪着我的时候，向着他，你看不见我的笑，多受伤。好啊，那就分手啊！我最后做一个要求，就是可以把偷拍我可爱的照片送我好吗？好啊，谢谢。